他们用歌声点亮你眼里的星光，他们用高音带你遨游美妙天际。光环背后，他们有怎样的真实人生？潮起潮落，他们是否也曾低调转身？今夜星光灿烂，20世纪伟大男高音，时光沉淀，经典永恒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经典特别制作《今夜星光灿烂》20世纪伟大男高音系列节目。1990年，在举世瞩目的意大利世界杯足球赛举办期间，三位世界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、多明戈和卡雷拉斯共同举行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唱会，让全世界的观众领略了男高音的巨大魅力。1990年之后，三大男高音成为了一个品牌，在世界各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，为古典音乐、为歌剧、为声乐艺术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当我们回顾20世纪伟大男高音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除了大家熟悉的三大男高音之外，其实还有很多伟大的歌唱家曾经留下了辉煌的足迹，他们一起构成了星光灿烂的歌唱世界。我们通常所说的男高音是意大利美声唱法中的一个人声类别。美声唱法产生于17世纪，在19世纪逐渐形成一套独特的声乐演唱形式，并在罗西尼、多尼采蒂等作曲家作品的推动下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识。在声乐艺术领域，男高音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，歌剧中的王子等很多主要的角色一般都是由男高音来担当，他们的演唱往往激情澎湃，优秀的男高音歌唱家也常常被视为歌剧界的宠儿，受到大众的推崇。早在18世纪和19世纪，在歌剧界里就涌现过很多伟大的歌唱家，
但是因为录音录像技术的缺乏，这些歌唱家的声音和影像资料并没有保存下来。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歌唱家们的风采才得以保留。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，被称为一代歌王的，就是恩里克·卡鲁索。1873年2月25日，恩里克·卡鲁索出生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。卡鲁索从小就爱唱歌，9岁参加了教堂的唱诗班，但是因为家境贫寒，卡鲁索无法接受到正规的音乐教育，直到18岁的时候才开始跟随老师学习声乐。少年时代，卡鲁索就开始为生计而劳作。在位于水滨的咖啡馆里，卡鲁索为客人演唱那不勒斯民歌，挣钱养家。当年声乐老师曾经这样的评价卡鲁索的声音：音量小，音色也不好，像窗缝里吹进来的风。尽管如此呢，卡鲁索仍然非常用功地学习声乐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，卡鲁索在歌剧界声名鹊起，从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唱到了美国的大都会歌剧院，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男高音歌唱家。成名后的卡鲁索音域宽广，音量强大，音色丰富，可以胜任抒情男高音、戏剧男高音的多种角色，在呼吸、发声等方面都为后来的歌唱家树立了榜样。随着一部部歌剧的演出，卡鲁索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男高音歌唱家，是各家著名歌剧院的宠儿。卡鲁索不是一般的出色，他简直是个超凡绝世的天才。他不仅仅是一名歌唱家，还是个有灵感的演员。他有过人的音乐才能，有迷人的非他莫属的嗓音，那种声音简直就像是天鹅绒。卡鲁索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歌唱家，他不仅在声乐艺术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，同时他也为唱片业和电影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当时很多歌唱家只愿意现场演唱，不愿意录制唱片，而卡鲁索却勇于尝试，率先录制唱片，结果大获成功。同时代的歌唱家们看到了卡鲁索的成功之后，才开始接受录音这个新事物。随着唱片的传播，卡鲁索的歌声传到了世界各地。1903年，卡鲁索来到了美国著名的大都会歌剧院，一唱就是17年。在这个舞台上，他总共演出了600多场演出，同时他还到世界各地演出，无不受到热烈的追捧。这是卡鲁索最辉煌的一段时期。卡鲁索一生演唱过很多部歌剧，其中堪称卡鲁索保留作品的是歌剧《丑角儿》。卡鲁索曾经和一位女高音歌唱家结婚，并育有2个孩子，但是两人的婚姻并不幸福。婚后多年，妻子带着2个孩子离开了卡鲁索，让卡鲁索备受打击。这些经历让卡鲁索对歌剧《丑角儿》感同身受。除了录制唱片之外，卡鲁索还参演电影。
1905年，卡鲁索演出了根据他的歌剧作品《丑角》拍摄的同名电影。歌剧《丑角》是卡鲁索的保留剧目，有评论认为，对《丑角》中卡尼奥这个人物的诠释，卡鲁索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歌唱家。在许多次演唱过后，他都会在后台啜泣良久，甚至晕倒在舞台上。一次在演出《丑角》时，正值卡鲁索为失去爱人而悲伤，剧中人同他一样失去了心爱的妻子，却还要强颜欢笑登台演唱。那天晚上，卡鲁索是哭着把著名咏叹调《粉墨登场》唱完的。从此，这首咏叹调就成为了他的经典保留曲目。1918年，卡鲁索再婚，婚姻生活相当幸福。但是1920年，卡鲁索患上了肺炎，他不愿休息，继续工作。12月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的时候，开演后不久，他开始咳嗽吐血，鲜血不断从口中流出，染红了手帕。但卡鲁索仍然坚持演唱，直到最后倒在舞台上。1921年，卡鲁索去世，享年48岁。因为有唱片的流传，我们得以在今天听到这位伟大男高音百年前的演唱，而很多影视作品也经常选用卡鲁索的歌曲。在电影《赛末点》中，我们就再次感受到了卡鲁索的魅力。
在卡鲁索去世之后，歌剧界都在猜想谁能成为下一个卡鲁索呢？在卡鲁索重病的时候，他曾经邀请大都会歌剧院的一些同事去和他做最后的告别。其中的一位歌唱家名叫贝尼亚莫·基里。基里是1890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城。从小，基里就喜欢听歌、唱歌。小时候，母亲总是为他演唱古老的摇篮曲。7岁的时候，基里就加入了教堂的合唱团。因为出众的音色，他很快就担任了领唱和独唱，被誉为是教堂顶上的夜莺。20岁的时候，基里到一家音乐学院参加考试，凭借着几段男高音咏叹调精彩的演唱，基里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。1914年，完成音乐学院学业的基里参加了帕尔马的国际声乐比赛，赢得了冠军，开始受到歌剧界的关注。因为超群的天赋以及专业声乐老师的教导，吉利的演唱规范正统，他在演唱中恰到好处地使用了富有弹性的半声技术，所有的声区非常统一。吉利的特点是嗓音甜蜜，表演真挚感人。1920年对基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。那一年，他首次参加了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，剧目是《梅菲斯特弗雷》。当时的大都会是卡鲁索的领地，男高音想在这里成功需要勇气和能力。结果基里的表现大获好评，卡鲁索还亲自发来了贺卡，祝贺演出成功。基里就从此踏上了事业的巅峰。评论界认为，吉利属于抒情男高音的范畴，音质优美，音色圆润，独具特色。对于自己的声音，吉利有着深刻的认识。吉利有着神奇般的技巧。我记得有一天他对我说，假如我要教人家唱歌，我也许非毁了我所有的学生不可，因为我将要求他们像我那样去唱，而为了做到这一点，他们就不得不放开声带去满足我所要求达到的音高和音量，而这样做毫无疑问是非常危险的。他说，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唱，完全是依赖我对气息的控制。
1955年，65岁的吉利举行了告别演唱会，离开了伴随终身的舞台。因为之前卡鲁索的影响力过于强大，人们总是免不了把吉利和卡鲁索进行比较。对此，吉利的回答是：我不愿活在卡鲁索的影子中，我不想当他的竞争者和追随者，我只要做吉利。约西·比约林被誉为是卡鲁索和基里之后的最伟大的男高音。与两位前辈不同，比约林出生于一个瑞典的男高音世家，父亲也是一位著名的男高音，曾经在美国大都会歌剧院演出《波西米亚人》中的鲁道夫一角。两位哥哥呢，也是男高音。比约林从小就展现出了他的歌唱天赋，之后进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学院进行专业的学习。19岁的时候，比约林参加了歌剧《威廉·退尔》的演出，大获成功。比约林早期主要是活跃于北欧的乐坛，很快呢就成为北欧乐坛首屈一指的男高音。1935年，毕约林首次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主演了威尔第的歌剧《阿依达》，大获成功。一位乐评家赞叹道：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毕约林更完美的声音了，他拥有天赋的一切。
1938年11月，毕约林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成功主演普契尼的杰作《波西米亚人》。他扮演的鲁道夫热情奔放，声音运用收放自如，一举征服了世界歌剧舞台。波西米亚人的成功引起了著名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的注意，邀请毕约林担任威尔第作品《安魂曲》的男高音独唱。之后，毕约林在英国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独演了威尔第的歌剧《游吟诗人》，再次展示了他雄浑卓越的戏剧性男高音。毕约林被誉为学者型歌唱家，他音色温柔抒情，音域宽广，高雅理智的歌声中蕴藏着感人的力量，体现了唯美主义的艺术风格，被认为是卡鲁索吉利之后最伟大的男高音歌唱家。歌唱道路可谓一帆风顺，万众期待，但是1960年他却因为心脏病去世，享年49岁。毕约林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嗜酒，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他几乎唱不下去，不过他的嗓音有一种别具特色的清晰度与美感，或许在意大利的曲目中他的歌唱显得有些冷，但无疑他仍是男高音之王。
继卡鲁索和基里等人之后，意大利又有一位世界级的歌唱家，被誉为是黄金小号的 Mario del Monaco。 莫纳克出生于艺术之家，母亲呢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。莫纳克从小耳濡目染，加上一副天生的好嗓子，他早早立下了志向要成为歌唱家。莫纳克从小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，在20岁的时候，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罗马歌剧院的声乐训练班。1939年，莫纳克登台演出《乡村骑士》，正式开始了歌唱生涯。莫纳克的独到之处是声音音量大、威力强，擅长演唱戏剧化男高音的作品，如《奥赛罗》等。当年很多歌手都在模仿吉利，而莫纳克则认为吉利的声音是一把小提琴，自己的声音则像一把小号。20世纪初，卡鲁索的出现为男高音发展吹响了号角，之后优秀的歌唱家相继出现，汇聚成越来越大的力量。20世纪50、60年代，歌剧舞台上有两位歌唱家被誉为是男高音双巨头，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。他们其中一位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莫纳克，另一位则是斯泰凡诺。下期节目中，我们接着为您介绍玛丽奥·兰萨、斯泰凡诺等伟大男高音的故事。感谢收看今天的经典，再见。20世纪50、60年代，越来越多富有天赋的年轻歌唱家出现在歌剧舞台上，比如马里奥·兰扎、科莱里、贝尔冈奇等，他们都是名噪一时的世界级著名男高音。下期请收看《今夜星光灿烂：20世纪伟大男高音》第2集。